头要七分拧着，斜面不能够完全抬起，表面上是一种斜面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如果我要有一进，它其中斜面并不得力。所以我们在做当中，第一步先把轮做，手在旋转过程当中，到这时这一大时候，拿着手往前拧着一些地方，拿着手往前往前往下往里螺旋，手在旋转过程中加强步伐，走起来要注意站定，也是要控制它，这是要控制。好，这时候要挤住，要回，是不是要带动？对，所以在做当中，对，所以在这当中要带动对方旋转起来，不仅有前后的，对吧？这个控制，还有左右的带动。在做当中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做当中要注意基本的训练方式。大手时候要螺旋拧转，手大手往前面，这是拧转过去，手在大手当中注意，这手这是要转，所以大手之后注意要拧转，所以要大手要注意拧转，左右拧转，然后再做呢带动，划开螺旋转动，同时还可以在这做当中是要几吨头一下要进攻的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比如我们在手在下手时候，可以注意这个螺旋，这转动，然后这是在带动它。对，在做的当中要求是，你看，走，螺旋拧着，我讲，这是螺旋拧着。对，基本手法做的时候再注意，我在讲怎么把勾挂施力、风挂施力结合上呢？在推手当中注意，不仅步伐移动，同时还要往左右旋转。OK， 带动，想一调动对方，对方想挤我，一会儿化开。对。我在实际的推手过程当中，要学会什么勾挂、撕开、再撕折，发力要出去。所以在大手当中，分挂的时候注意勾挂哈，要拉开没有？这手分开，然后这手，不可能发力。对，打了。啊，这是，这我们所讲的勾挂啊，做了啊，在练习的时候分挂怎么办呢？你看，这撕开没有？这撕开出去。要出去，是把对方拉开之后，学会发力。我在做当中注意，撕开没有？这是挑起来，改一分。好，在做当中这是风挂，哎，这是扶，这是扶，往前上去就放。这些太滑，缩起来，往前按，来五台表，来。这手一大手，这手为了撕开，撕开手，挑起来，往前直一个，这是伏案。然后在练习过程当中注意，啊，这一大手当中，把基本功开始结合，旋法用啊，左来一左腾，啊，再直开你手，这是往前，旋开对方。好，我在做当中注意，一大手这是几吨，那这是一米，回来，我一米。旋嘛，同样讲的注意，旋的时候一定要使对方处在一种整体失重状态，啊，往前一走，啊，这是一次，这是旋的，这是往前发力，嗯，往前硬，发实心，所以要把东西在练习当中，可以组合时候连贯，但可以不发，但是也可以单个的做出来，专门发力，下边就专门做组合的连贯动作不发力，这是勾挂。对，你这是勾挂呢，在做当中你看，这是风挂，这是风挂，对，再做手，这是风挂，啊，这风挂是撕开，这时候再发力回来，伏案，这是伏案，不是伏案，那这是旋法，既要旋出，还不能对方失重。将将旋出即停住，要达到高度控制。如果要想旋你，那这是一寸，就到这停住，恰到好处，不让对方飞得很远。在一坐当中，走起来，这是一旋法，到这停住，准备放，要控制住。这要求勾挂、风挂、伏案、旋法，然后把每个动作在应用上演示个实际应用两遍。
来大风风管勾管再上前一把力。我再做当当看看，这大手呢？对，勾管勾一个，不，这个头，好，这是风管，风管这手，啊，这是风管动作，啊，这手发，一只手，一手发力。老师，我这差不多了。好，快没了啊！再做一个俯案，俯案发力。好，再做一个旋法。好，下边是旋法啊。那这是你，冲！好。所以今天把推手散手示范的讲解就到这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一拳的特点就是外形简单，非常实用，不重视这种招式套路方法，而注重拳术力量的培养，啊，而且来讲一拳来讲，它好在哪儿？动静结合，男女老少都能达到，都能进行锻炼，而且来讲呢，啊，而且外形比较简单，讲究实效，啊。有很多身材非常魁梧的人，但跟您搭手的时候，轻被您轻轻一推，您推得很远。好多这个就是准备练的，他不明白这为什么。其实啊，一拳啊，也正是很多艺术一样，啊，不光是有力就可以，它关键在于什么呢？如何进行这种力量的应用啊？有力只能说明是力量，但是呢，会不会使力要专门学习。所以呢，作为武术的本身讲究。力量的培养即爆发力即掌力，同来讲也更讲究技术技巧的应用，这两者之间要必须合一，光有力不会应用，达不到巧妙，光巧妙没有功力，不能够给对方有较大的这种威胁和威力。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内股力是内股，很多人内股力量是神奇的力量，哦，都不是内股力量怎么发出来的，有时候甚至说它是一种气功，哦，退功能，哦，有人讲啊，这个一拳的发力，或者是有气，或者是气功等等，我认为都不确切。所谓的武术所讲精气神，气实际上就是劲儿，就是力，是拳术的力量，拳劲儿，即整力、弹力、爆发力，啊，他所谓这个气是看不见，其实是力量。这个力是什么力？要通过拳术内容的专门训练，通过站桩。达到整体力量培养，所以王香斋先生所讲呢，要知拳真髓，手由站桩起。什么叫真髓？就是拳术之根本，也就是所讲的爆发力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多人对他解释不清，认为很神奇，很什么？其实很科学的，知道吧？要求我们精神和肢体达到高度的统一，在日常经常的训练和刻苦的这种揣摩和训练之下，能够达到意到力到，那意力合一，一想。或者一坐一用，力量瞬间爆发，并不神奇，是很科学、很实效、实用的。